请韩世春议员，请发言。感谢局长、董事长、吴秘书长、咱三位副市长哈，局处首长、市府的团队、咱媒体鲁叔先生，关心事情推动的市民朋友，以及咱的议员同仁，大家好早哈。林门甲大寮哈，是我的选区哈。我想长久以来，伫88年到即马哈，为72000的人口哈，一直流失哈，目前已经破7000啊哈，7000保未掉啊，7万保未掉啊哈，差不多剩6万9哈。我想伊的原因真多啦，包括基础建设、道路的开辟。快速道路无来，特别是北办吼，快速道路啊无来到林门吼，无来走台二线来延伸林门的双大桥吼，包括公园绿地开辟、地脉的变更改变吼，无下时阵的这个地脉、市地中位、空气品质歹。包括运动设施欠款包括中文鱼港码头的整建等等，我想这些问题真多啦。市长嘛拢有讲，恁问的问题一拖拉去啦但是那一项一项来解决啦。我想伫今年来有真多道路的开辟，有公园的开辟，未来地震局都委会要来透过市地中位也好。透过地脉的改变也好，我想会当予恁们一个新的面貌包括政策的改变政策的制定会当来予地方更加欢迎比咱的编医生来咧甲投资，我想有较好啦。有时啊，医生编编的要建设，我想是局部尔，可是市政的推动，那会当来用政策的改变就亲像拄只，咱有讲到地脉的变更来活络这个市场甲无下时阵的这个地脉来甲提调来甲改变我想这对地方来讲是一个足大的突破首先我就要来讲到林门的十号公园这是唯一的一座啦嘛是第一座市场这是要。明年五月完工，这个全貌图这个林门人对这座实在有够期待啦。这是一个新地标在咱沿海路扩宽了的一个所在咱的市长甲干部局在无外久以前已经有去剪彩啊在明年五月就来完工时到这个所在配合明年的毕业典礼的时阵真侪国校国中无大礼堂当来倒手柄这个礼堂内底举办正手柄是一个羽球馆甲倒球馆中是一个电视中心亲像咱的这个盆栽，亲像咱的画展拢会当遮，所以讲这座1.3公顷未来也是人们的一个新地标啦。这人们人足期待，即马从开工到即马讲到即马我想这。是市长的这个对人民的疼痛乡亲拢真期待这个是施工中的咱即马咧施工目前我看进度无超过50%啦。这个新工处甲永工处要加油一下这个明年五六月看会当如期完工未这个是十号公目前的经费要3亿4900万，咱已经取得经费3亿2000万啊。也阁不足2970万，咱有甲区公所拜托有一寡回馈金，咱拜托伊伫明年度来注筹500万元。咱的区长讲 OK， 无问题区公所愿意伫咱的木林基金来到处500万，咱的不足款市场还阁不足2470万这个真侪原因啦，这个就是讲当初的周边的道路开辟要有切高，包括路底要总切开。包括内底软体，比如讲这个音乐厅伊啊400了，咱为着要发包，甲减价200了，因为一年标无出啦。区公所的时代都要互伊标一年标400，拢流标啦。
尾来甲请咱市政府接管吼，啊顺利发包，伊甲永东厝公园的开辟，甲周边三条道路甲分开啦，分开了甲顺利发包，较早是道路兼公园的设备加做伙，所以讲无法当发包，啊所以讲顺利发包出啊，伊伫五月就会完工吼，这个时间咱希望咱的主管单位吼，唔好去甲慢去吼。爱如期来完工，配合六月毕业潮吼，我想这也是一个对你们来讲正大一个期待啦。我阁讲过，这临门的第一座啦，嘛是唯一的一座啦。我想真侪乡亲拢咧期待啦。哦，这个我那、等一下，有这个时间答复吼，咱的预完工，哦，一工就袂当减。哦，这因为真依照合约如期完工，哦，一工就袂当减。哦，这因为真侪学生、真侪社团、真侪未来的这个演讲。包括各种乐器的表演，拢要等内底吼，所以讲这个是对你们来讲是何等的重要吼。我拜托讲，咱一定爱甲督促一下吼。另外对面吼，市长甲你报告，咱十号公园伫遮，这个四十米的沿海路，这个就十一号公园。这个市长动土的时吼，特别我有甲你报告讲，这个未来一定爱做开辟吼，这个是公司一吼运动公园呐。啊，这个是一个废弃的游泳池哦，十几年啊，因为较早的设备较简陋，即卖已经荒废六年啊吼。从本溪陈乡长的时阵，大家废除啊吼。伫这个大骨头边啊啦，这乡亲伫只游泳吼，公开吼，这种的环境无适合啦。啊，所以讲这个是十一号公园吼。啊，所以去我甲这个位置各位看一下较清楚吼。咱的永东厝、新东厝吼，来看一下吼。这十号伫只拓宽的四十米沿海路，拄啊伊个正对面吼。对吧？伊个正对面，这未来也是一个新的地标吼。啊，即马咱个整理出来，伊面积差不多22,500几平方公尺吼，差不多将近差7,000平啦。咱已经取得土地，已经有差不多64%，差不多有将近到尾4,000多平啊。这享有地吼，目前嘛有一挂设备伫遐咧使用，网啊球啦，啊是讲咱清洁队的一挂车辆，啊是讲咱的农作拢下伫遐吼。每一年要举办农庄，下底啊，未取得的土地差不多36%尔，36%，差不多2,000几平尔吼。哦，这个金额无济呢，市场这5,000多万尔呢，伊个一平，这个一平甲20,000几块啦。伊这拢是县农会地吼，省农会地，所以讲未来这个运动公园若开辟了，十号甲十一号安尼对照开吼，这临门一个市中心，啊，佮户外。运动休闲，我想会当提升人民的文化水准啦。哦，包括近江甲区吼，真侪乡亲对这两座公园的开辟吼，拢期待真久吼。哦，这个我拜托讲咱的新江厝、永江厝吼，啊，特别对这个公园吼，啊来做一个加速开辟吼。啊，另外，搁一个议题吼，所以去要来含咱的建管处吼，啊是咱的都发局啊来探讨吼。啊，有关工业区内底吼。诶，这个厂商有来设置这个设备吼，啊有超建的部分，哦，就像讲咱是家中的家具区吼，目前是70%的占比率，但是伊拢加起10%，加起20%，那么加起这20%，内底家具区甲外口的居民无感呐，就算今仔乎你100%占比率起到满，包括办公室，包括设备，包括高架的公价。民众嘛无感啊，今仔内底你起70%、30%去做绿地，甚至做游泳池、做网啊球，外口的居民也是无感啊。那与其这样的一个制度任由他来做违建、做超建，那是不是会当着咱附近工业区的所在地的村里，你来搞买绿地嘛？哦，就像我拄只迄个公园11号，迄毋是容积移转啊，建蔽率的移转，哦，较早咱过去大楼咧起。啊，有容积移转，我即马有一座拄啊，迄座2公顷的公园绿地，长久就是市政府这个经费有限嘛，我希望工业区你来甲阮认购嘛，认购了会当倒转去取得这个占比率，这个我想若无抵触到中央的武汉吼，咱的都发局加咱的建管处吼来研议一下吼，这个是一个真突破的一个吼，唔是干临门尔，咱高雄市全部的工业区拢是超建嘛。拢是违建嘛？啊，你要好安尼，是毋是提出一套司法性，会当来，互遮个违建会当适当的合法，
那么你来买外口的公园绿地优先啦，道路开辟优先啦。啊，那安尼工业区的周边的公园，是不是会当一座一座啊来建立起来？未来地上物的兴建，咱个个慢慢啊起付来到边的预算。我想这个呐会通吼，但一个咱建管处吼，还是咱的这个都发局，咱会当依照这种占比例70%，是不是中央许可会当我们增加到10%？那是安尼，我看遐业者吼，伊嘛足愿意呢。我即马就是偷偷摇摇嘛，我即马甚至做一个油槽，做一个这个油桶，因拢无申请呢。建管处注定啊，因拢无申请呢，因无申请嘛是同款存在。因的高价的降价伫半空中诶，即种诶嘛无咧申请呢。啊，因的油槽下骹、油桶下骹有一个管道，下面啊建立带，这里说甲算在做绿带啦。因的巷仔路嘛算绿带啦。所以讲，这作者无公平啊！以70%的占比率，结果伊起到80%、90%，伊村的绿地，伊甲算伫伊迄个油桶的下骹，算伫伊的巷道，算伫伊的道路。哦，伊的高架的这个光线嘛无甲算落。所以讲，若要全部清查吼，别个乡镇咱茫讲啦，你们的工业区100%违章，90%占比率到遐。啊，你讲这种情形？市府咱的相关局处要想出一套办法啦，要哪增加咱的绿地空间的比例啊？你来搞买了，阮依准你等于去，但这个去甲中央的法令有相关着无？哦，这个等一下我会当做这方面的答复。哦，工业区厂内设备吼超前，咱希望业者来买到周边的绿地吼，增加这个占比率。哦，这个请市府来研议一下吼。这个是咱的罗界店哦，就是汕尾咱的一间上有名罗界店哦，在这个高平溪出海口甲台湾海峡的这个交界，这个外口的门面吼，过去香港时代吼，有做安尼个简单的一个门面的建立吼，这有一部分是绿地，一部分是海波新鲜地啦。这个是伊内面啦，这个赵处长乔哥，你看一下吼。这个是内面，即摆放好安尼吼，我想恁来该来看一下吼，甲这个所在吼，这对面拄啊小琉球，你有看无？这个乌影，这会使讲是一个高平溪出海口，面对东港，面对小琉球，这海波新鲜地过去，即刷咱抽开，当地迄阵的代表会主乡长、里长，拢希望讲这土地即个刷茫退出，所以讲慢慢啊填填到已经安尼啊，这已经是几廿年啊吼，啊门面。小看有一个形啊，但是内部放安尼吼，即所有的外客吼，黄昏啊到吼，特别是台风天要来的时阵吼，迄个气氛真好，大家拢去啊，吼看迄个海鹰、啊，即外口的消波块你嘛安尼吼，倒边就是咱的高平溪出海口，正面小琉球，吼佮倒边即个角度就是咱的东港，吼、即个公园安尼吼，真啊无应该啦吼。这乔哥，你唔啊特别对这个公园的规划吼，咱来个用心一下啦吼。讲到柠檬吼，柠檬人就一百多岁啦。长期这种的这个工厂伫柠檬，那么一寡软体设备拢伫台北啦。哦，我要来记这个咧，哦，要来市长吼，啊，甲咱经发局相关单位吼来注意一下吼。这伫第一会期我就提出啦吼，希望啊当争取第一座石化博物馆。来临门啦，哦，这有真侪条件啦。我讲做茶农业的，凊彩一个企业都会当做博物馆。临门65年建立的，这种的教学，包括予地方带来这种观光，这会使讲是一个真指标性的。是安那无法当去争取去做呢？咱来举一个例啦，这台北的中油总部吼，这个金花局长、蓝局长，你听一下吼。咱伫台北的松仁路，为着要起一栋大楼，台北市政府同意变更土地使用，但是一个条件，你要提供石油展示空间，开放民众参观。这就是伊起中油吼，这个展示馆的延迟啦。是啊，伊市政府有遐尼济这个公权力，包括一个约束，伊都会当要起大楼，你要提供一二三楼，提供相当的面积来，和咱的乡亲做回馈。你看400平，电视区会当容纳150个人，一二楼内底充满了真侪教学、真侪
节能减碳的一寡即个项目伫内底，你予因当地乡亲，啊，阮林门呢，阮享受着空气啦，上好的空气啦，所以即真无公平啊！即今我叫我已经伫顶年提出来吼，希望会当针对石化博物馆全国都啊林门有资格呢，嘛林门有条件，透过咱都发局、地震局、地脉的变更，咱来取得一块五公顷以上的。我想无困难啦、啊。哦，这处置了，咱市长咧推动这个亚洲新湾区内底一挂大型的设备拢出来啊。相对的，即座那个徛咧林门，你讲林门人对工业区35年来设立所减少的一挂，这个包括房地产啊，包括身体健康等等，我想加减啊，或者点啊弥补林门人个因为有即座。来，予地方一个新地标，嘛有联盟一个新对工业区的一个转型，新的期待。伊终于一讲讲，唔讲咧转型，设备咧转型，所有嘅营运拢咧转型。但是若讲到要投资联盟，伊都一角银都唔，即无公平啦。我想这是一个例吼，即、這个蓝局长应该会当做一个参考吼，加写一张文吼，做一个设计规划，透过咱其他嘅局处吼，来做一个规划设计啦。哦，是不是咱联盟石化博物馆24间啊？咱一间一间的产品不同款啊。咱要加入新的电脑咨询的一个设备啊。咱要让工厂来一间，给伊30平、50平，让伊加伊的设备的流程下咧遐。所有的学生啊，观赏哦，咱的西装、咱的配合乌色的，就是咱一间中向合成做出来，碳粉嘛、碳粉的染色嘛、色母嘛。咱的台塑南亚做工的，有一挂塑胶的物件。哦，咱的中美合咧做三个纤维的43%，这种的产品甲排列出来，这种的生产过程透过小型的模型，哦，大家展示伫这个展览馆内底，加上咱龙鱼特产的这个贩卖，推广联盟的这个乡产，哦，加上咱教学的问题，顶顶观光要经过大鹏湾，过去拢走88啊。临门过去一条沿海路，拄好若要加进吼，就爱为大南埔开始踏咧到临门的南边啦、临边乡啦。即马已经拢个厝台88过啊，临门拄好买摆时啊加进吼，会使讲吼车辆足稀疏个啦。或者下埔市长有要来湿地公园做一个剪彩，你得爱经过沿海路，你甲看卖下一下，迄条流量吼差足济个啦。所以讲爱用一寡政策，一寡即个国营事业伫临门。哦，长期投资污染，咱个要求嘛，哦，市政府其他的五都人拢会当做这种的要求，古根汉呐、啊，这个图书馆顶顶一挂顶，迄个一挂大型的馆，你们嘛有这个必要，长期拢无啊。我咧讲拄只讲的，拄啊迄座是唯一的一座嘛，是第一座啦。哦，我是讲未来这种的硬体的这个争取吼，应该更加较有力头一下。哦，你是讲这一来对，你看这画面，囡仔伫遮咧教学。哦，这提供予各中小囡仔看到这个石油危机，哦，节能减碳，哦，这内底的设备，哦，这，2021年12月正式开馆啊！哦，你看伊安尼会当个约束安尼，咱太袂当呢。石青今仔咧增建啊，至少一张都袂当发啊，要发到咱的道路3000更新6000扩建，有条件附带决议的通过案，环评通过了，一条啊一条都要落实。100年甲101年已经2年去予延宕去啊，无简单。伫今年甲送4亿7000几万来，哦，透过咱张理事长交付完，咱已经伫顶礼拜已经哦一度通过啊。我嘛拜托个理事长吼，即有地方的一个需求吼，无简单，已经甲阮延宕2年啊。这条钱呐，咱赶紧电话阮来推动，哦，因为爱设计规划嘛，这道路确实一条道路要规划设计，唔要紧啦。哦，即、這个我拜托理事长吼啦，即、這个交付完的部分吼，我阮通过一下吼。啊，所以其实我要来和咱的环保局长吼，做一个探讨吼。这个临门的空气品质的监测站，伊有环保署设一个，伫山尾国校。但山尾国校因为伊老旧教室已经拆掉了，哦，啊，咱环保局嘛是设一个站伫中文国校。像临门工业区拄啊有设这两个站，这两个站互相联系来咧做这个网站系统，提供这个即时的 PSI 空气品质监测值。哦，啊，当然，这个范围就是伫遮吼，你唔工业区吼，哦，这个范围吼，哦，
这个范围，你看伊这个 FTIR 吼，这个光谱仪的设置吼，伫遮，但是反射镜伫遮，拄啊这个距离尔，规个工业区拄啊设一支，甲咱中央另外一个另外一支，那么这支已经拆掉啊，目前伫系统内底无法通看到即时的迄个空气品质的一个数字啊，甲进遐久啊，嘛无人咧甲载。哦，这局长等一下，当答复一下吼。让这个我嘛要请你了解一下吼，这个做中英国小站咱写的这红玫瑰图啦，这个来代表什么？局长，你开答复一下好不好？来，你要看车哈。啊，那个谢谢议长哈，那谢谢韩议员哈。那个玫瑰图最主要是在讲风向，就是说风它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风向哈，还有那个风速，哎。好。非常清楚哈，这一百年八月甲经过次年的八月哈，风向拢差不多啦。一百年的九月甲过年的九月拢差不多啦。所以讲这个问题哈，咱反映伫这个光谱 FTI 啊哈，这咱有设定哈。你看主机伫遮，反射镜伫遮，主机伫遮，反射镜伫遮。这个咱的工厂那是伫一点哈，伫外面。这个 L1 甲 L2 这个范围内，一定那直接发生有空气污染吼，一定会当切掉 L1 比 L2 这个范围内较大。假使伊那是伫这个 E 吼，伫内底这个 E 内底发生的 L2 的范围一定大于 L1， 所以讲伊伫是上风处的所在吼，特别浓度特别高，这个足重要呢。这个时常因为伊这个切掉的方位唔对，方向唔对，地输迄个空气变质出来，拢合格啊，拢合格啊。所以这个是真重要的一个设置吼。环保局，咱有设，但是环保署已经拆掉伊啊，拆掉即马设置对无人知。局长，你敢知影即设置对？那个，谢谢议长，谢谢韩议员哈。他那个因为校舍就是拆除哈，所以有拿掉之后，现在已经恢复了。哎，现在那个系统上还没有见过吗？应该是我请同事去查，他说已经恢复了，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没问题的。那另外也要跟韩议员报告一下哈，就是说这个空品测站哈，除了本局跟环保署之外哈，那管理中心他也有设三个空品测站。好，那另外就是根据环保署九月二十号哈，他公告的一个特殊工业区的一个空气品质监测的一个设置标准哈。那未来这个区域哈，就是它的空品测站，其实刚刚那个韩议员有报那个玫瑰图哈，对它不同的风向哈，它可能让工业区的一个相关的污染物吹向不同的地方哈，所以它必须要在周边临近的区哈，必须要有设置空气品质的一个测站。好，对，那你讲对了哈，是，我们就是要广设哈，是400公顷的工业区哈，有东南风，有西南风，一年四季吹无同款的风，咱若敢靠环保局一点。靠环保署一点，即无法通测到整个工业区的这个风向啦。所以讲，即 FTIR 建构吼，有诶就是要抓到很精准的吼，这样的一个风向的一个飘向吼。你看，即伫即个范围内，假使今仔日若无这两个点加咧，伫即个两间工业区，伊的澳甲伊的印内底甲外口，那咱居民伫遮啦吼，只让你看一下吼，居民若徛伫遮，咱一定认为最近的这间啦。唔知影讲，伊就是顶悬之间发生的啦。所以往往工厂距离一百公尺、两百公尺，你去测到，若无这种光谱仪、种迄落 FTIR 这种的反射镜来甲加设两点啊吼，往往伊发生的拢会认为讲上近的这间啊，其实唔是啊，上近的这间飘过是伫后壁面啊。所以讲这个 L1 甲 L2 这个间距的图面，你甲看，伊发生的一定是 L1 大于 L2 嘛，伫这个E印里面，这个发生的。一定是 L2 大于 L1 嘛，所以咱要要求讲，这个环保局包括咱的环保署，甲这个光谱仪吼 FTI 啊建构多几套嘛。安尼来，你所有的厂商，伊老旧三十五年啊，伊都袂节省遐成本嘛，伊该更新就会更新嘛，无一尴尬。我若等你环保局的车来的时阵，人的气味都走去啊，你永远嘛抓袂到。局长有咧讲要训练一个云措施，伫经纬的许可之下。这足重要啊！我感觉这嘛有必要去建立一个专业的云措施，
住在伫工业区的所在地，会随时发生臭味，随时发生污染，马上就会当透过因专业的这个认定来甲开罚单。这是咱的环保局应该积极吼去推动的。我唔知影这个文措施的这个训练吼，还是讲这种的相关的这后边的推动。有关文臭师的部分哈，其实我们局里头也有相关的人员可以做这件事。那不过那部分已经是稽查的工作。那我们刚刚有讲到环保署新的那个设置标准哈，其实工业区管理中心哈，它还必须要在这周遭附近再多设两个空品测站，这是它的规定。那另外就是说，它要有一个自动连续的采样侦测哈，那是包括54种的光化学哈的一个先驱物质哈，还有52种的一个有害有机物。那这个整个期程哈，环保署要求是在明年的9月份它要完成。那这个我们会督促工业区来就是依照规定来办理。好，谢谢局长，请坐哈。局长很专业啦哈，对这拢真了解哈。我希望对你的专业来发挥一下哈。下面一个议题哈，我们来请都发局哈，咱的卢局长，啊，跟咱的地震局哈，咱的谢局长哈，针对这个哈来做一个了解哈。5年的系统通盘检讨，明年就开始啊哈。拄只分析有讲过，一个政策的制定哈，会当带好地方的地脉的活络哈，创造地方的繁荣哈，这是真有必要哈。咱会当透过这个规划地脉，啊来繁荣地方哈。啊，前天甲你报告吼，监管处啊注意者，你看这是临门的一个三角图吼，临门的面积就是安尼啦，地图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吼。这个台子一线，就是咱的大寮来到临门台子一线，中间一条台子五线就是红林路，这条红林路，这是清水岩。你看临门四号恁都拢工业区啦，这早期65年制定的吼，这个作定啊，地震局甲都发局吼，咱注意一下吼，这个慷慨这个吼，我今麦咧用的这个400公顷。临门工业区占临门所有土地1%，这个阁是工业区，你看加强的，你看，这拢总加起来400多，表示将近60公顷伫阮的外围。阮内底大只4颗连灯拢甲阮包起来，这哪有算一个乡镇呢？这哪有算一个城市呢？这若要起厝，伊讲啊，这工业区呢，我嘛无要起。这若要起一间啊厝来住，这嘛工业区呢，到处拢是喷砖。清水岩山脚，即马即条路要开辟啦！你看即个工业区，即一定要时间到啊啦！我知影县市合并拄啊2年吼，都发局甲咱的地震局吼，一定要充分合作。伊无必要经费甲阮投资足济啦，但我希望你因为政策的改变吼，带互地方的繁荣啦。市长，这真正足重要。你看，哪有一个乡镇安尼一个三角形的地图，结果400公顷的工业区伫遮，这个无要紧，这过去65年，因为咱的这个时代建设吼，政府都推动啊，到即马同款安尼推动吼，咱对空间环保甲约束好，我想未来人们还阁有一个正大的改变的空间哦。但是外围这个工业区，这拢无合时阵的啦，这到底要提调？你看，前进到要60公顷，60公顷阁未集中呢，都安尼。加一点，加一点，规个拢是4颗连灯，拢是。哦，你若讲伫这个工业区高平溪这边，哦，伫我正这边遮，哦，这个可以接受。哦，你讲入来到市区啊，特别是清水岩山脚，风景遐尼水，绿地遐尼侪所在，哦，这有必要来做一个改变嘛？这个我请咱的都发局吼，卢局长，也是讲咱的地震局吼，针对这个的改变的可能性吼，来做一个说明一下，卢局长。来啊，都发局长，等我嘞。好，谢谢主席，谢谢。这个林园这个地区的工业发展，大经营都是像咱这个石化工业区啊，小经营应该是早期哈，他你讲的，他60年代民间自行申请划设就地划设的工业零星工业区啦啊，因为伊嘛要新准嘛，伊嘛要有就地合法，这是历史的规定啦。啊，发展到今天，那有些旁边都已经盖起来了，应该要做改变，所以我们林园的通检。如韩议员所说，我们已经正式开始啊，我们明年4月会把这个通盘检讨的案子会提出来，也包括这个韩议员你刚刚所提到的一些比较不适合继续再存在人口密集的工业区，我们会做出调整啊。好，谢谢局长哈，请坐哈。我们很高兴哈，听到局长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后续的推动的作为哈，这开始对我们来讲真重要啦。
哦，你开辟一座公园，倒不如把这做一个真好的这个解编，还是真好的一个规划，带予恁门一个新的地方，哦，新的一个契机出来哈、哦。这阮伫只甲你期待啦哈、哦。啊，所以给这个议题哈、哦，咱的水利局长哈、哦，啊是讲咱的永冈处哈，会当针对这个议题哈、哦，啊来看一下哈、哦。这是恁门区的区域排水甲护岸哈、哦。这个是咱的凤林路，我拄仔讲台二十五线哈。哦这个区域排水哈，都要加咱的凤林路哈平行哈，拢总820公尺哈，穿越五湖里哈，这个高宽10米哈。另外，伊即马行车安尼哈，这个护栏提案哈，啊无警示灯，啊嘛无漆白色的哈，啊高度的问题哈，整个会使讲真脏乱呐。哦，这水高即马看起来无水哈，但是那雨季到的时候，这是临门大排上游。流去到山尾，流去到山尾吼，咱的大海哦，这是临门一条上大条的，诶，这个林园大排的内侧的住宅区的区域排水，哦，区域排水吼，哦，这是伊的现况，这个来到沿海路啊，这间临门的汽车旅馆，这个面对沿海路，这个带对面的中油啊，所以讲这条水沟，这个两侧的一些提案，吼、哦，安尼无整洁吼，这边安尼，这边安尼，树啊种了也无好。这个电工也无吼，这真侪缺失啦。吼，是毋是咱的水利局，还是讲永冈处、干部局者，会当透过今仔日的画面吼，的咨询，啊来做一个会勘，甲这段全长820公尺，跨度10米，这足水拢满哦。这若到雨季的时阵，水拢满，啊，民众正容易担垃圾的。哦，伊住户街嘛，啊，暗时啊，垃圾车来过，无注意就弹落啊。所以讲，咱来借有这种的美化吼，来让民众更加珍惜啊，这个环境，安尼伊就袂乱弹啊吼。哦，这个咱的相关单位要注意者吼。你讲哪个改变安尼，同款的条件，这是别的所在哦，咱甲照镜灯啊，你看人提案在了水，电工泡出来，暗时啊黄昏，变成是住附近住户散步休闲的所在，这个就是我工业区啦，叫做叫五福里啦。五福里和工业区是上近的一墙之隔。你讲这个大排生做安尼？啊，内底外面两侧拢是主体区，哦，啊，你讲这有条件啊，这有条件改变啊，哦，我想这个吼，应该当来个做一个积极的，一个上重要的一个项目吼，来个注意一下吼。我说的去嘛是排水问题吼，这个水利局长啊非常清楚的管府啊来到咱市府吼，这个是山尾大排啦。这个3000公啦吼，这朱天公，这是一个两间足大的公庙，这附近拢住户，哦，你看，这四颗莲灯拢住户啦，就是靠这条大排啦，来排来山尾港，哦，这个山尾鱼港，这条大排的跨度，哦，伊的溢岸长度吼，加这个最大溢岸深度，已经两年来是这个640米加40公分，你讲经过三年，经过五年吼。他搞无啊多啊，水拢淹出来啊！吼，这是一个数字的呈现吼。这个水局长看这个数字应该非常清楚吼。上快已经无到2米啊，因为这徛吼吼占着河道吼，所以讲排水总长670公尺吼，应该伊的跨度要有2米、4米到5米啦。即卖必须要拓宽有280米啦。这已经吼，看讲几年啊！我来看到下底这相片哦，市长你看卖啊，这是主河内底唯一一条，所有差不多将近有7-8条水沟暗沟，爱走这条，一定爱走这条。结果这四个画面吼，冲刺伫这条排水沟，咱若造开两个堤防起开了，1000多万尔嘛，海水倒灌，咱有莫大有抽水的莫大，咱也抽好吹。这个若造开，不但袂当积水，佫会当伫顶面来做步道。休闲散步，这是通往外海呀！哦，这是走去外海。哦，你像这个一开始，哦，这住户这拢是啊，两边拢是住户啦，都要靠这条排水沟走来到山尾港。啊，你来看这个脏乱就是安尼啊！哦，下面这拢两三工前才翕的啊，每一年啊雨季到就是咧清扫啦。这公家有够无数一摆啊，这袂当搁等落啊，高雄市。所有的区吼，咱莫讲高雄市的原高雄市啦，讲原高雄县的27项停车啦，绝对找不出比这条水沟
更加需要、更加急迫的啦。哦，所以局长，针对这个，你要开说明一下无？经费有变无？今年那有变是不是？针对水利这个设施的改善的吼，那提出几千万来个改善，唔忙定都唔忙水利署啦。即我伫管务时代本色做乡长吼，都敢互这个水利署吼，都要骗四年啦。管政府若来回勘，就讲要读水利署讨经费啦。我就讲，你我唔相信恁管政府无这条钱做这個。千外万的水到主体区，安尼人遐尼多，都要几落千户，内底差不多将近差五千人。你计嘛，我差不多上少差不多五六千人，结果你水到甲放好安尼，甲即嘛是阁安尼。这局长，这刻不容缓啊啦！你报告一下。多谢局长，多谢韩员对这个三千公头前这个白水的问题，实际上我今年今年阮有委托处理吼，即马目前即即马咧规划设计，规划设计了先大概每年三月会使完成，阮即马估计每年三月是设计完成，设计完成，上班啊，对不对？即马都即马设计即马咧建筑物哦，即若较大型的三一万五一万的慢慢一直慢慢久，这只是一条排水沟尔。就是有一寡土地问题啊，啥话吼？阮即马预估吼，你先设计几号才出来嘛？就这所有的工程费差不多要八千万啦。好、哦、啊，每年三月完成的先，阮会加迄、那个，因为这不属于迄个区牌，所以水利署无多，所以阮即马讲我设计完成先，我要加迄个内政部营建署下吼来征收这个经费，而、且包括这个渠道拓宽，搁一寡头拄啊议员关心的，就讲迄个抽水站。那个黄巢闸门迄个设置，哦，即个有咧进行中，哦，即马咧进行中。好，谢谢局长请坐吼。拄则你有讲到吼，即确实是管政府时代区域排水啦，区域排水水利署本来就袂支持的嘛，所以讲你甲我骗四年啊，我做四年十个月乡长啊，你遐科学主管拢来甲我讲啊，我要甲水利署争取啊，我拄啊一旦等甲乡长结束啊，即马佫有机会来我市政府。我有机会来议会，继续嘛是你咧做局长，这应该顶年就爱编啊啦，今年就爱完成啊啦。哪有公司哪有这个水沟生做安尼？恁家真正唔改善？附近的桥，那到河贵的积水的时阵，特别是这个六七月海水的倒灌，这条排水是通往外海的嘛，外海海水倒灌的倒转来，所以讲伊也有排水设备嘛。你讲经费敢真正遐济吗？这拢大通地啦。这些住户，伊去甲侵占起伫河道顶管，咱应该要用沟通的。里长有三个里长伫遐啦，伊拢愿意充分来配合嘛。伊的宽度若有四米的，咱就免甲处理啊。伊的宽度若是两米的，咱必要来大家做替换，必要甲住户讲来甲拓宽，因为阿彪拢起灶卡，起一挂违章的建筑物啦。咱透过一个说明会，啥物大路需要拆的，就是咧做这啊。你设计规划阿伯，这就是民怨。你唔解决这個，无你咧解决啥？设计规划咪足简单嘞？局长你答复一下。迄个就是讲，头拄仔你讲的，讲一寡迄个渠道的吼，迄、那个拓宽啦、瓶颈段吼。但因为这个水的时吼排未出去，所以阮阁爱做抽水站，里头迄个出海口遐做抽水站，挂抽水管，挂这个啥渠道的迄、那个。拓宽的时，所以概估差不多八千万啦。不是讲啊做渠道，因为渠道料型，你做料型最排未处理不好，好，所以我来这个各爱抽水站加速排水。让请坐啦，不对啦，这个因为我来讲过，所以这个我有在经营，有一个高低嘛，排水啦，上潮的时阵，一水就灌倒去啦，所以讲你该黄潮闸门，伫个适当的所在一定爱做一个抽水站嘛，抽水站的地点我嘛甲你找出来，这伫我香港硕时代拢规划好啊嘛。计划一本赚啊好，你拢甲我骗讲水利署，所以讲这个我无爱搁一直讲过去的往事嘛。即马你已经把这个案讲甲足清楚啊，包括规划设计，包括未来伫这个步道顶管是要有乡亲协会卡，还是继续要搁予伊水沟啊做好，继续搁来起个占用，还是要做绿美化，还是要顶管要做步道？哦，只有真侪这个设计会当展示出来啊，予伫这方面的路
真矮，会当行这条，伫顶悬来散步，嘛是增加一个绿带休闲的空间。针对这个工程的设计，应该爱用一点仔心思嘛。后尾呢，甲地方的环境甲结合起来，地方的生活习性要甲结合起来，唔是拢用迄种同款的这个模式要甲套咧遮。水沟设计遐个唔讲只一款水沟，嘛是同款的设计啊。伊也要考虑到讲两边拢是徛好，未来有休闲、有黄昏、有早时、有只老大人。哦，官都要起外官，去地处户占用的，要安那做一个解决？唔甚至你若拆咧到地，得个问题一大堆啊呢。所以讲，这个事前的沟通，甲里长来做充分，互因了解百姓徛伫外围的，希望赶紧拓宽内围占着的，希望讲你慢甲处理。这得要透过咱外围的徛户，大家理性，透过里长，哦，透过本色，咱来达到沟通，互伊迅速第一时间为一个迄个占用户拆掉，来要做替换。提我要做了抽水站，包括疏咧，足简单个啊！这工程要做，若要做，唔免六个月个啦，规划设计唔免两个月就出来啊！应该是明年的八月伫雨季来以前，希望会当赶伫六月雨季来以前才完成啊！这动作是紧急处理个工程啊！有啥物得爱等做一年个？这个互你一年明年若积水出来，拄啊迄个，不是，我啊议员报告啊，阮即马就是拄啊迄个财委先吼，输掉迄个顾问公司啦。啊，即马咧设计，啊，当然咧设计中间是我来尊重地方的意见，啥，我会请迄个顾问公司。局长，你请，即个我会甲伊带合作啦。即个甲李丁，多谢议员在甲阮斗。真久的时间，都拢有这种的议题啊啦。地方特别是一个，即个中山船长李进忠，吼，即市长捌，大概呐有电力去，就我来甲市长咧顶前。对，这条路啦，有时啊风台天的时候，你嘛捌听伊顶前过，这确实是地方的一个需要的改善设备的，一个改善嘛吼。局长你请坐吼，你看这个议案的长度，你看一年一年、五年后、三年后增加到，你看这个数字，哦，两年就是增加这个数字，我想这你专业你看有嘛？哦，你来讲今年两年来无处理，这时间规针头都拢淹灭啊呢，因为伊这物件靠这条的排水尔呢，所有的水沟的排水拢靠这条呢。哦，你看这些组合遐满啊！哦，这已经刻不容缓啊！哦，决定都较大吼，伫迄个明年六月、七月以前吼，迅速甲完工啦。设计的这个形成吼，应该更加注意啦，配合地方的这个生活习性吼，配合地方的这个绿带空间的空间的结合，会当进一步吼，来甲这个工程设计吼更加完善啦！吼，就另外而且甲你期待啦！吼。啊，所以去这个议题吼，那么来含咱的警察局吼、洪局长吼，啊，跟咱的民政局长，啊，跟咱的区公所吼，阮的区长，事后我拢甲伊有接触过吼。过去联盟啊，还未合并，县市合并以前吼，咱的监视器吼，拢总97年、98年、99年，一年拢变1200万，咱已经做3年啊。县市合并了，咱有100个路口，总共一个路口拢设置4G，总共镜头410G。这是我讲，咱高雄县内底上完善的一个监视系统啦。即马经过咱联盟、江阿埔、中文三个派出所、联盟三个派出所的这个检修出来吼，正常的190个，故障的220个，是安那故障的220个，因为从1999年开始，已经经过2年啊，拢无人维修。无人维修的原因是民政局是咱的区公所要编的，伫民政局的医生，民政局无要编。民政局无阿变，是因为警察局医生无这个监视器无移步。警察局讲，哎、啊、呀，不是我警政系统的啊，我甲你交涉怎么样啊？警政系统现在目前伫联盟的才10%尔，因是伫凤林路、延安路重要的路口，易肇事路段 A1 事件的路口，因设置了真好啊。但这套是阮三年来，阮所建立的，阮做前卫的呢，是另外的报告。伫我时代，就甲三个主机下伫三个派出所呢。你看迄阵的时代，咱的陈局副市长嘛知影，阮知影讲未来那下伫即个其他的所在，包括过去下伫船长的所在，那船长改选异动派去啊，包括李长伫操作上欠缺，不要操作，包括有即个隐私权等等，所以讲阮伫三年前。就遐尼前卫，甲这三套主机的系统做一个单独的系统，会当连线，佮有自动警报回报系统。自动回报系统，所以讲这套系统是遐尼啊好。警察局因为伊唔是这个警情的系统，伊拒绝甲区公所接收啦。区公所当区长也真故意啦，伊也袂晓透过啊咱的一个协议吼，哦，甲伫顶两礼拜，甲含民政局长、甲警察局长，甲有一个默契讲好啦，无伫维修好以前，恁来维修，维修了甲交予阮的警察局，
用捐赠的方式把原来乡公所这套财产来捐赠给派出所，派出所分局了慢慢再来在明年度变成医生，这样这套系统继续走，走到有一天我们的捐赠系统如果这个网络都整得差不多了，我们的捐赠系统是单一的嘛，一对一的随时的总局都调得到，但我们这套在联盟的分局随时我都掌握联盟的道路所设立的每一条路的诶，路口有几个点？比如讲，仁爱路五点，一二三四五，一日咧仁爱路走出来；信义路有十点，信义路一二三四到八九十，日咧走出来。随时十工伫值班台内底，值班的警员，逐工电脑啊日咧对一个所在故障，伊马上电视出来。这么好的系统，你甲放了面，伫四三年来故障220起，无怪你咧办案，这个欠缺这个监视系统，这个破案都差足侪啊！但是咱肯定，咱的王局长甲咱的这个局长吼，把所有的分局、这警员的用心啊。但是阮这套系统，你免搞放弃啊！你讲进公关公司有对一个系统，像我这套要完成的无？三年前设立的呢？这么好的一个系统，是因为一个天时无法当来完整，天时无符合，既然东推西塌，安尼个东推西阻，安尼个放下去，这看我无采得好啊！我一直唔盲讲啊，这套系统会当正常运作，真济即个破案靠我这套，结果即卖就闹到这种田地啦，220几个章啦，无人要管啦。但是经过阮的讨论了，局长、咱的警察局长、甲民政局长、甲公所陈局长都愿意在明年把220几来个修复完善，透过咱公所现有的经费来个修复完善，咱唔忙伫卖尼多会当做一个捐赠，捐赠了警察局有这套财产啊，咱来移交予咱的当地分局，分局同款甲这套系统来运转。等到有一天捐赠系统的这个网站那建立到真完善的时阵，咱慢慢来个淘汰。这是一个创造双赢，搁100分的一个政策，恁无要做。所以我伫遮期待吼，局长，我已经我事后有甲你做这方面的报告，你也非常清楚，嘛真认同吼我这种的看法，吼甲这种的做法。那民政局这边也愿意看到区公所有这样的预算编列，把它修复好，然后投入我们的这个警政的一个系统，然后互相连结，我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运作。那我想我们来请我们的黄局长哈，这样的一个捐赠跟这样后续的一个维修维护管理，你们愿不愿意？来，请到来，局长。好，谢谢议长，感谢韩议员。我想这个案子哈，经费有3600万是得来不易，我们也非常敬佩我们韩议员这个前瞻性哈，能够把这个监视系统主机放在派出所里面。当然，这个系统跟我们现有的系统是无法相容的，因为它不一样。现在的系统是光纤传输，过去的话是一个网络传输。局长，我们不一定要你相容啊。对，我们是要有一个独立的系统，这么好的一个建构，花了3600万，我们不要晦气啊。那等到你的系统完善以后，经过3-5年，你慢慢淘汰嘛。这个我们就是目前要解决有这样的一个设施，是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我们在前天，我们的一环科长已经到现地哈，跟七公所还有分局都已经会看过，会看之后我们会再进一步来做相关的了解。我想刚才基本上行业所提的意见我们是认同的，这方面我们朝这方面来努力。谢谢行业。好，谢谢局长你的答复其实在顶个月我嘛争取一个100万的90万，本来要做阮这个系统，我会当做32G卡面啦，结果区公所无要发包这个监视器啊，伊讲监视器拢警察局的啦，甲100万撒给警察局、联盟局去买16G呢，16G还佫买一套系统啊。所以讲监视器的物件有时啊，你讲1G30000后5000的啦，你讲效果功能安怎，日新月异啦，你今年装的甲明年的就佫无同款啦，伊嘛佫甲你打一个新的标头，讲这个新的啊。所以讲，我这套系统1G2-3万块，你看我安尼建立410G。100控一个路口，一个路口加4G，这效果好定的好呢。佮报告风台天啦，到镜头刺落，伊佮你用落开线路 ADSL 的。好、哦，所以讲这真侪真侪功能吼、咱袂用佮忽略，唔好讲哦，恁装个拢上好的，我无认为啦。这破案过来惊，分局长嘛拢知影讲是阮的系统调出来，
我想经过今仔日的这个画面的提供吼，我蛮讲咱的相关的主管吼，会当来个重视吼，把这个监视器好好来个维护啦吼。啊，议员，啊，监视即摆来到迄个维护会尔嘛，敢毋是？是啊，维护会。啊，对啊，维护会靠偌济钱？是啦，啊，放我呢？爱就是过去无甲医保和警察局认为这唔是个财产，所以讲依法区公所袂当编个预算嘛，啊区公所有个困难嘛，啊起码透过咱今仔咨询，咱个局长愿意接受这套系统，但你甲我维修好，尾下来吼，咱个区公所捐赠和警察局，哦，这个一个财产的诶，这个医保是这种个天数嘛，哦，安尼明年就正常运转啦，伊若有加这套系统，未来伊个破就当增加嘛。哦，这是安尼，我先局长拢非常清楚啊啦吼，这当照这个程序咧进行啦吼，感谢啦吼。这个工业地带美化与维护吼，我阿要甲咱的卫生局吼，啊甲环保局吼来探讨一下吼。这个何局长啊甲真的那个陈局长吼，这个吼是临门的诶，这是观光区的一个分布的地理位置吼。你看绿色的，甲这个红色的吼，151粒甲200粒，这个是登革热吼。这个分布的区域拢是小港前镇，何局长，这个足少人去偷偷车呢？我唔知影讲助理户外资料是唔是正确啦。不过咱会当来个参考一下吼。你看，登革拢伫遮，这是今年11月25日做的资料，热带部分拢无，特别是这个所在，是安奈伫这个所在。这是咱沿海路吼机场来到南新计划所拍出来的这个空照图吼。这因为吼。拢是热带啦，啊，热带附近东亚区吼，拢排放二氧化碳，佮高温，蠓啊，就是爱二氧化碳，佮高温，就是伊栖息的所在地啊。过去咱首府讲，嗯，啊，都境外移入的，迄另外嘛，本土的，就是为遮产生的，热天到的就秘伫遮，所以讲这脏乱的一个隔离地带，包括高温，包括这个二氧化碳产生蚊子最喜欢栖息的一个地方。你看这规座，沿海路即马即座，咱已经咧开辟卡车步道啊。为迄个南青计划，为中港的即个东门遐开始，中港路开始来到咱南青遐。这你看规座咯，哦，这个是一条路南的吼，咱有一条机车道甲汽车道，路南的机车甲汽车道，这因为机车技术的安全特别去开辟的吼。哦，这是带状的规座，你看这脏乱，这借由这个登革热吼。诶，这个小便吼，何局长，你应该爱了解讲高温甲二氧化碳是伊个栖息地嘛？恁过去拢收复遮嘛？啊，是啊，那小港尖顶拢是东亚区的所在地，所以伊个登革热会特别侪。啊，恁一干干为住户遐泉水遐，唔知影讲经过的比较定来，暗时啊上班的人、下班、夜班的人，拢经过你门沿啊咯，经过大发东亚区，经过这个五甲尖顶，所以讲这热带一定要处理嘛。你熱帶无处理吼，你遮的脏乱吼，确实真困扰啊，确实真困扰啊。哦，你看这规抓，你看规抓就是拢安尼。哦，啊，这地，你看一个高塔伫遮，一张我咧报告啊，这个高塔伫遮，这地吼，啊，甲正平这地，这拢无迄个功能啊。这个较早开辟这条嘛是热带呢，但这条路确实三线道尔，未来国道七还未开辟要6年。你即马南青计划遮拖板车一工干遐济。路南的拖板车，那会当即个来处理开吼，暂时即个跨度来，予咱的公车专用，也是要有拖拉库，也是要有连接车，即种会当透过咱即个交通局吼，我讲有甲咱的王局长去会勘吼，包括捷运局吼，未来是一个轻轨捷运上适当的一个地点啦，哦，包括正手边即个嘛是啊，哦，轻轨捷运会当取代吼，所有的卡达车、机车吼。哦，啊来，包括这个登革热的疫情吼，买当借这种热带会当哦来，或者是咧温床的部分哦，全部咱个拢个取消掉。哦，这局长何局长，你针对不加分析，来个你报告这個，你认为你的看法是安怎？啊，紧张嘞。谢谢议长，谢谢韩议员。我想登革热的传染是说爱有蚊，爱有病毒，爱有人啦。啊，这个地方可能是有蚊，但是那个蚊子到底是家蚊啊，是埃及斑蚊还是白线斑蚊？因为传染登革热是白线斑蚊跟埃及斑蚊，我们要进一步来了解。那真正这所在足侪是埃及斑蚊还是白线斑蚊？我想甲环保局会做回来做进一步的处理。但基本上，那无人伫遐住，这蚊啊，若要传染的可能性是较无遐悬啦。但是基本上嘛是西蚊。会可能一直走到主题区也蛮有可能，所以这部分。让伊蚊啊，对温度高，
教二氧化碳，欸、對 这是伊上介意的嘛。但你进一步啊，联想讲啊，伊既然介意这种的环境，啊，这就是伊的环境啊。啊，你讲伊蚊也袂离家。一般讲诶，你若回后，你会当迄个检测看卖下嘛？我做做调查，是不是小港坚定港啊？佮包括林门这种带状的热带港啊，佮内底有这种的有这种的温床底啊，你来看卖下钱嘛？谢谢海员的提醒。市长你请坐啦吼。那个阳光处长乔哥，你只针对这个奇怪部分哦，处理一下好不好？这应该你应该回港过来拜啊吼。谢谢议长啊，谢谢韩议员哦。其实议员咧讲这个安全岛的部分吼，其实顶面有含议员研究过吼。其实我差不多是三礼拜前吼，安全岛里面的杂草，包括安全岛里面的杂木，我们都逐一在清除。啊，我们最主要目的就是讲吼，和这两边这两条路吼，有一个穿透性。有一个穿透性，所以我一定在经历啊。穿透性，把这个树啊，有一些杂乱嘛，这不算树啊，这草啊，里面很多杂木。这个提掉了，你看光线外好。我暗时啊，那位中庚开始开了到南市哦，规条路暗蒙蒙啊。市长，这电工哦，因为未来咱南市要油田专区哦，一只油田过来的，咱的这个头家呐，落飞机哦，啊，要油田厂看一下哦，经过这条路，你看有啥物感想？绝对是拍背一个啦。所以讲，这整个的带状的环境，让伊到迄个油田的生产地，看到的灯光，看到的路面，看到的这些植栽，拢让伊感觉讲真无适合一个高级油田生产地啊，产生地啊。哦，所以讲，这咱袂当无加改善呐。哦，那个赵市长，你请坐哈、哦。这个会后，我们再积极来针对这个。杂草丛生吼，这个历代部分做一个较好的剔除掉。迄条树木刷刷的足水啊，迄条都树木刷刷的，我开放安尼，加足清幽的，较认真啊。这个当期其中你知影嘛？这规抓就是安脏乱，甲啊拢三楼悬啊，规个呐，驶过这条快车道伫遮，啊这条是专用道啦，啊这快车道伫遮吼，你看开咧到伫看，这暗蒙蒙，啊光线拢杂条的，其实呐为东门的中港的东门，中港的中港路来到离门这段都啊七公里吼。啊！有够乱的啦！啊，暗时啊，就到另外一个世界同款。你讲为机场中山路门口经过，啊，若经过到中港路，哇，落去站吼，像迄种真荒芜的一个地带吼，这确实，吼对阮人民小港的这些居民来讲，感觉一种无同款的感受吼。这一定要积极吼，透过南市啊一寡基金吼，啊是讲咱的即马。那个海洋局咧推动的这个游艇专区，有这些基金甲费用吼，赶紧积极来改善一下啦，吼。哦，相关的吼、哦，为第十七线拄啊讲的迄个议题延伸到联盟的 NI 咯吼，你看，这个咱的干部讲吼，特别是咱陈市长来报告吼，你讲这条 NI 路五点二公里拓宽加，你看车道五点二公五米啦，这个是慢车道啦，这个分隔道二点三米啦，你看一台游览车加一台工程车佫骑起哩进人行道啦，这过去设计不当嘛，这两点三米的安全岛收大嘛。即来当个减条水沟啊，这里只水沟也无功能，拄啊一支三英尺的排水孔，内底拢是垃圾，拢是粪扫。所以讲这个路，哦，其他的缺点我就慢讲啊，我就讲这个路慢车道的，袂当让咱的公车入去。那机车、汽车停在边啊，街啊位咧吼，哇，伊袂当入去啊。即马无位街啊，咱若临时停车一车，乌多巴暗时啊，食酒自家弄咧，哇，迄台车还有责任呢。所以讲，这造成地方车就困扰啊。啊，这遐久啊！你看，讲两年啊，咱的干部部门哦有积极咧处理，但是公路局第三用工处哦，伊唔插理啦。但讲迄个路口，南市的路口超过六十米，西子公园顶厝桥遐要来装一支六盏灯诶，伊都无咧装啦。伊讲要装你的路顶甲我接管啊。过去香港所时代是公所咧立的啦，路顶啦。伊虽然是路权。一、那个公路局的，但是路顶的管理是咱的乡公所啦。即马咱市政府无加负担这路顶吼，你即马要加装一排六盏灯，伊算无你装啦。咱的处长做有批个来讲，就是要加装予伊看，无我装我要装予你看。这人命关天嘛，一个四十米的都有六盏灯啊，何况阮是超过四十米、六十米这种的跨度，佮复杂的路口，佮是南市大门出来，迄、那个所在若无六盏灯来增加，遐用路人就等于做危险嘛。啊！这经过你看一年两年，我安尼讲到即卖嘛也唔装，这实在吼、哦，这上简单哩吼、哦，应该用心一下啦。公路局唔安装，咱都手长讲，讲你真有魄力嘛，就是要甲装嘛。哦，路顶无预算，迄伊个代志嘛。
哦，时间的关系，我驾车阿伯二弟，我做较紧的来，电缆地下化两年，通车两年啊，做六年啊，这得什么政府嘛？这个台电你看较紧，吼、哦，迄间个透过里面报告讲，甲干部讲报告讲，拢整好啊啦，拢整好啊啦，拢地下化啦，结果也无啦。哦，你讲这，你看，这是拢两当前甲翕的呢，甲近沿海路五公里吼、哦，也够有这个电缆阿伯地下化的啦。哦，你看这实在吼、哦，拢无真有责任啦。所以讲，拄只迄个慢车道的路口安全岛的拓宽，包括这个电缆地下化吼、哦，这个一定要积极吼，赶紧处理啦吼、哦。哦，你看这路口，包括伊这个左转甲右转的这个超化吼、哦，拢无做，规座路拢无做超化，拢无做待转的车道。哦，你讲这三车路口才复杂的，即嘛无六转灯呢？这跨度四十米，其实超过六十米呢。你讲这安全岛安尼，你看伊这有一个迄、那个车辆，诶，这个中离最小的转向的轨迹嘛，这拢无符啊。这台车你看卡车，这今仔连接车呢吼，伫遮要开位遮怪吼，到底要变车啦。这个安全岛过去有退缩啊，哦，我这个店家有退缩倒转来，但是安尼唔是一个。再两分钟。这应该吼，做一个完整的改善哦，把这安全岛看要怎处理吼，这确实困扰地方真久啦吼。哦，这个空照图看，你看麦啊，这个是安尼去的，这个是热，你看伊这个要切安尼怪，啊，这车要搁位置，拢走，拢嘛走位置，无法当切位置入来啦，这个拢直接位置来，位置来逆向啊咧，所以讲伊这个安全岛当初这三地设计拢错误嘛，这一个超过六十米的跨度，你看一拍六转灯都无，这条是为东港的呢，这条为东港，这条路两条路，东林西路咱要拓宽呢，一条王公路，这里重要的一个复杂路口，你看设计安尼，交通安全岛设计不当。路顶无够光，哦，我想这干部系统哦，加把劲啦，已经讲两年啊，伫旧议会讲较紧嘛啦，公路局看要用什么方式啦，那无系请立委出来甲沟通嘛，你若叫袂行，请立委一个啦，拜托一个吼。哦，这拓宽这地吼，这个上重要，即马咱市长伫迄个林门甲小港大那部交界，拄啊南市街的门口，咱伫一百年多二月动工的，咱有620米吼。等完厝差不多20-30米吼，这地无拓宽啦，市长，你知影讲有一座路无拓宽的啦，这座路开辟一个2000-2000几万，进度做两年，甲进55%啦。我讲台电甲中油吼，你挖公线，你会当甲边啊同时来拓宽拆厝嘛？你个拆厝甲中油台电咧挖公线无关系嘛？是咱等甲台电中油公线挖了一年后，今仔你甲动工，你一百年二月动工，今年已经101年的年底啊。进度都要55%，搁这地还未拓宽，这地无拓宽无要紧。有既然有一个所在吼无拓宽呐，啊啦，准你安尼过啦。你看这地无拓宽呐，啊这地无拓宽，这车要安怎啦？要哪行啦？哦，这车要哪行啦？哦，这实在是困扰啦。哦，你看这地当讲无拓宽，你看路开到这，另外这地无拓宽，啊这经济部的地啊，啊地要哪地要变更两年啊？你嘛要透过真济这个天数才完成。哦，这个公务局、新公处长、处长、署啊，拢讲过啊，吼，应该加油一下啦，吼，把这个赶紧处理啦，吼。啊，再问，谢谢议长吼，这个在咱的沿海路吼，也是中长的单门吼，这种型的吼无下啦，哦，这种按一粒的砖啊型的，这确实对咱的这个汽车技术真威胁吧，哦，这要做一种连杆的吼。哦，这无下啦吼！你看一粒吼，你看这位地要做排水，做一粒做这，哦，这已经三个月过啊，水利局做的，这道路应该新工厝啦。啊，结果是水利局为着要做排水设备，因来做的吼，这一粒做安尼，这机车咧行，咱来做连杆的啦。哦，规抓的吼，安尼机车技术呐，总讲无小心跌倒吼，伊嘛较会有一个安全感。哦，这个应该改善一下吼。最后，这个是西港的东堤吼，市长，这个。这个是迄个咱的东堤已经做这段120多米已经做出来，阿伯为因看啊，这个协助还无同意吼，啊，这咱的东堤掏空的部分，哇、啊，这个是咱的这个堤花吼，这个掏空的部分哦，这个部分125米，这个上重要，这个未来吼协助。再一分钟了。好，谢谢议长哈，最后一分钟哈，我们希望说，这个125米的让延伸哈，会当稳定内部这码头、这停泊席位哈，包括线尾鱼港功能积沙也无好啊。确实，咱这若建立好了，咱的中线尾渔船也会当怪，但是渔业署哈啊，
有一个单数就是讲，这地无要做，内底已经稳定啊吼。这请一个村长、渔民、居民讲，安尼唔对的吼。假使咱啊，市府还用叫要来负担这地吼，确实负担未起吼。这要过来用吼，咱希望讲透过啊，请一个关系吼，来甲中央反映，这个125米啊，建立吼，啊，哪样该当稳定内底这的这停船啊区吼，这内港这中文农村的这抓的比赛吼，啊，这烟花需要建立的，啊，这内底码头掏空的。我想这个议题吼，啊来做一个好好的规划啦吼。啊，最后时间我请市长吼，针对拄只一开始遐头前迄几个议题吼，公园绿地开辟，包括啊咱个建管处遮个农。来，市长当然。多谢多谢，一定多谢韩议员吼。韩议员提出咱临横的问题，我赶快讲，真正一拖拉苦的问题。但是咱即摆拢逐一一点点解决了吼，我支持都市发展局甲地政局增进地目临横土地吼，规个应该都市变更啊，这个赶快再进行了吼。啊，第二个部分就是讲11号公园，上一次民政局曾局长那有甲请临横区公所。先用伊地方的回馈金，对于整个临横11号公园，我知影问题伫倒位，啊，我嘛知影讲迄个时阵古早迁墓，遐灵骨塔遐原来遐拢是无主的，啊，遐来做最妥善的安排，啊，把那个地方做最好的规划。啊，当然你拄只提出讲遐要过私人的土地，将近5000万左右啦。那我们会尽这个可能，我们认为10号公园伫对面，但是10号公园内底煞1公顷外，啊，佫有两遐侪硬体，所以讲，我认为11号公园就变成较空旷，啊，迄整体公园的规划变成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会承诺说，对于11号的公园，我认为我们赶快努力在这个部分来筹措。包括我们认为在中语的部分，我们也愿意在这个部分跟他继续争取，快当一出一半，市政府出一半嘛。这个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啊，嘛请咱的立法委员也能继续来帮忙。好，啊，过来今天也保持咱的公12海洋湿地公园，这个，公园6公顷外，那我相信依照我们的阳光处。整个公务团队这个努力，咱是唯一海洋湿地的公园啊，这个部分我相信，伊应该甲今仔日党托啊，应动工应该到明年的上半年6月以前也会完工。吼，哦，啊，在整个道路迄四周围，我去看，啊，规个海岸线冲刷，各方面真的问题很多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在2年之内，我们能够处理的问题，吼，哦，啊，真紧。好啊，包括山尾上足侪足侪这问题，我想我们都一一在处理中。那刚刚那个韩演在做了很多的执行，那有关于相关的部分，我们都有在持续啊，我也我也跟我的相关的局处来讨论。总是讲，我一向有一个观念，临横地区是咱即摆酒化业的重镇。啊，伊个污染上侪，污染上侪所在，吼，我嘛同意污染上侪所在，应该一个基本的公平，啊，应该底下爱做上侪建设，包括爱甲中油托应该有的回馈，这个我们会一起跟韩言站在一起，要求中油对咱临横地区善尽责任，谢谢。啊，休息10分钟哦。